包在排队耶。这家在元素跟银座都有分店。这个连锁咖啡轻食也是很多地方都有。这里上去可以到二楼开放式的阳台。它也有卖服饰，可是都不便宜。从车站出来就可以直接走路进去卖场，下面有 Seven， 很方便。车站就在那里，很近。车站走出来，一下子就会到百货了。这是一家很美的咖啡轻食店。现在还是情人节的套餐，觉得这家很好吃，但是价格比较不便宜。就是一个椭圆形状，可以绕一圈这样逛，然后从一到四楼都可以逛。樱花草莓。这家设计蛮特别的，可是也是比较适合身高160的女生穿。8000，这个会不会很难绑？这家就比较休闲风了。这家衣服超特别的。家在日本是很有名的潮牌。
都卖起鸡排了。啊，原来还有这种，现在吃不到哎。的冰淇淋呢？三楼的后面这一整排都是比较便宜的少女服饰，还有鞋子店跟内衣店。这家也是适合高瘦女生的穿的。好可爱哦！想要找运动用品，可以来这里。パルクローゼットのアプリはお持ちですか？饿了，要不要吃个多利亚？这一家的ランチセット看起来也不错。我就是在这里买的。好可爱。
一套3300。便当盒好可爱哟、哦！这里也有诺基吗？卖电器的。再来逛一下书店。这一组好好看哦，那旁边还可以放杂志。第一次看到这个有布丁哎。的蛋挞药妆店，なんかテープでよろしいですか？はい。はい。プラスモールカードあれば。又卖很多可爱的东西，好好看哦！这个也太可爱了吧！这两家也都很常逛。这家的杂货也都不错，也值得来逛一下。又是猫咪，而且它也有这个下午茶，那这样子1690耶，季节限定，看起来蛮好吃的。我想要麦当劳的玩具。あとポテト。おもちゃはどうされますか？おもちゃはサンダでいいですか？はい。シャカシャカチキンで。はい。お味チェダーチーズかレッドペッパーですがどうされますか？好香哦！这家就是我买加湿器的店。日本的
小朋友上学还要面试，然后全家人要穿这样。这个百货日本几乎有名的牌子都有，是买这家的饮料的时候吓到，太小杯了。Thank you.